都在钓鱼了。月龙在那边伐钓，肉哥在这边钓路亚。哎，被今天风这么一吹，这边垃圾少了很多。垃圾少了好多，但这边水位感觉降了好多，跟昨天比，昨天是涨一点，今天是不是放水了？回看，洗个脸，刷个牙，洗个头，然后咱们就去钓会儿吧，钓会儿试试，试试呗，试试就试试。怎么地我还怎么地也得试一下。我今天天气有点阴，有点风还是挺大的，试一下吧。感觉在这种真正的入海口抬钓应该是不咋地的。就在这边上，哇，现在水好深啊。那边变浅了，我靠！那边变浅了，我本来还在那边钓的，看一下水浅了这么多就不钓了。哎呀，还要开始摊装备了。水深，这边水深还挺深的，因为它现在涨潮，就到了晚上的话，可能水位还会下去，所以在这边抬钓挺烦的。其实，水位什么时候降回去也不知道。行，但是一般海钓都没有抬钓这么多讲究，抬钓都讲究钓底啊、钓浮啊，像抬钓海钓的话，像。我感觉别人都基本上不调。哇，还没到底啊，这么深的。我刚刚挂的那个位置是。我靠。有点深。这上面的线还有个一米吧，七八十公分，再往上再录一半，好吗？就不能往上录了，再往上录的话还不行的话，我就只能钓浮了。这里的
最深就这样。还要深，挖起吧，这么深的吗？啊，吊浮吧，吊浮吧，吊不了底。深啊！这里前面好深，4米5的杆吊不了底，有点僵硬。纯海水了，我靠，这应该是纯海水吧？咪口咪口，我靠，好咸，好咸，我靠，这个是纯海水，这里面应该没有淡水鱼了。哇，这个水好咸。那这个饵料哇贼咸，我靠，口味多重的鱼才会吃。要不要打窝呢？感觉打在这边有点浪费。淘宝上买的这个叫什么，菜油子饼还是菜子饼，倒一半给我吧，我这儿打窝还比较有用的。我的位置不老香了啊，这块拿去，我有两块，我拿了两块下来，自己掰一掰。你让我，你确定吗？反正这个就是可以在水里面泡好久，啊，可以泡一天。手都打麻了，还是直接丢进去。太硬了，扔了一块砖进去。掉不了底，有点僵硬了。你甩进一下吧，中间可能要深一些。开掉，试一下，感觉应该不会有鱼的。给自己泼盆冷水。这边水太深了，如果拉饵的话，一定要捏紧一点。不然的话没到底就散了。看，4米5的根本钓不了。换个5米4的试试，再钓不了的话就不钓了。我靠，5米4的又他妈的录到顶了，这已经有5米深了呀。这还没到底好吧，这还没到底就算了，再搞笑啥呀，这测水深呀，谁知道它这么深了。太劲儿深了，你那边也掉不了，也深了，除非我抛得很近很近，有杆子还要短，那掉不了呀。因为这边水深太深了，而且是纯的海水，我就不打算浪费时间了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，钓鱼还是要果断一点，钓不了就赶紧撤。别钓了，不要浪费生命了，肉哥。